怎么现在才10点半啊？为什么不是12点啊？太恐怖了吧！为什么要分开嘴啊？啊！剩这条路可以走是不是？这边有路了。这边写着，上面写着电梯。电梯好像没有启动，看起来好像要钥匙的样子。嗯，应该是这把钥匙。哦，当然，电梯可以用哎。要搭电梯吗？是。哦。上楼电梯。哦。哦，上楼了。到底，请问何姐坐电梯为什么会叽叽？为什么坐这个电梯也要叽叽哦？脚花绑着马尾。对啊，他说小花陪我，那这样不能坐电梯啊！哎呦，不能靠边走，那我要走右边喽。这边哦。我忘了看这间是什么，看一下这是什么。上面写着“职能治疗室”。我觉得玩这个游戏超痛苦的。啊！阿谦下次叫阿神去开厕所，开厕所没什么啊。电梯名居居场所，对啊，这是什么？好多人哦。哎、欸，怎么这边过不去？有人是不是？没什么特别的书，有一张海报，要不要看？读，虚伪的动物，老是虚伪的掩饰自己的过错，被亲朋好友发现后，带上过错的象征，被人嘲笑，心中的黑暗就这样诞生。哦，一张不知道是干嘛的海报。阿谦怎么不找阿神一起吃饭？这样怕的时候就有人可以抱抱了。我看起来像是那种人吗？三只熊哎、欸，是什么？哦，地板突然裂开了。不能用的电脑，想打电脑。哦，没有什么东西啊。啊，好痛苦啊、哦！这边往下的路。嗯，这是一间房间。这是什么？哎、欸，雕像在哭哎、欸，不见了，怎么办？这个雕像跟我一样容易忘东忘西的样子。他怎么不告诉我他掉了什么？小花太棒，地板裂开，哈哈哈哈。他一直哭哎、欸，哭屁啊，没什么特别的书。一堆奇怪的药，没什么特别的书啊。这个会剪上 YouTube 吗？会啊。哎、欸，好，这是酒吗？好大一瓶哦。为什么不能拿起来？哎、欸，可以睡吗？好像睡一下。我可是我不敢，你不要睡啊。嗯，到底我是不是卡关了、啊？想一下哦，我没有什么东西。第一只手机。嘿，我怀了。哦。干嘛？吓死我了！这有怎么样吗？我现在卡关了。你卡在哪里？我卡在这个这男的前面。什么什么什么的男人前面？就是一个会哭的男人。他不是女人吗？哦，是女人了，所以那是他的手机吗？不是。那他一直哭，他跟我说他掉了东西。他掉了东西，你要去找啊！我很努力的帮他找了。哦，有一本书，名《爱骗人的熊熊》。哦，刚刚那间有熊熊，要不要读？当然要读啊！泰迪熊的三姐妹都有不同的特色，大姐的皮肤是红的，二姐的皮肤是黄的，小妹的皮肤是蓝的，好恶哦，红黄蓝。他们母亲的戒指不见了，
而嫌疑最大就是泰迪熊三姐妹。父亲非常生气的质问他们三姐妹。大姐回答：“我绝对没有偷。”二姐回答：“大姐绝对不会偷东西。”小妹回答：“东西一定是被大姐或二姐之一偷，当然就是二姐啊。”那熊妈妈说：“说谎的人就要被戴上羞辱的眼镜，让你好好检讨检讨。”而熊妈妈准备了，最后发现了其中一个熊熊说谎，就准备了一副眼镜。但熊妈妈在惩罚那只熊时，不明过世了。究竟那只说谎的熊熊是谁呢？小朋友们绝对不要说谎哦。所以呢？所以你觉得是哪一只说谎的熊熊？中间那只啊。为什么会觉得是中间那一只？黄绿红是不是？好像是吧。那我没有眼镜，我要怎么？去找眼镜啊。我还要先找眼镜哦，空空的柜子，空空的柜子，放着碘酒和生理食盐水。这只间吗？没有东西啊。这边我刚看过了。哎，这什么？有一本书名《妇女的悲吟》。要不要读？熊妈妈说谎。一对夫妻彼此感情失和，丈夫想借由妻子遗失他们的定情物。提出离婚的要求，而他们定情物是哦，该不会这就是刚刚那个女生在哭啊？好痛苦哦！没什么，那你痛苦啊你？玩这游戏很痛苦啊，我都不知道随时什么时候会死掉哎。可是，那我玩这游戏不会很痛苦吗？对啊，你为什么都不会感觉到痛苦？不会，我乐在其中。哎呦，这有路哎。啊！往大门的去路被石头挡住，看看能不能绕一下好了。这小花这么胖，过不去，不会爬、啊。这边也被封死啊。嗯？想想看，还有哪里可以找东西啊？没有了啊！我不是都烧过了。找眼镜啊？对啊，我现在在想眼镜会放在哪里？我有哪一间没有搜查过？就看看喽。嗯，我还有哪一间啊？那两间都没有。电梯又不能坐，哎呦，有那只手在这边。它不会在盆栽里吧？会在前面吗？嗯，其实实际的位置我也忘记了，你要稍微就是每一间就是都看一下。可是我不想，棒棒树，好棒好棒。考试拿100分，我有斧头，我哪有斧头、啊？这是斧头眼镜，而且我不能靠近它、欸。哦，转来转去，那个是那个啊，一只手。哎、欸，我好像。哪一间没有去过啊？这间我还没查过了啊！这间啊，找到了吗？还没，我看看，太高了，我拿不到。怪怪的树里面好像有什么哦？获得银杏，又是银杏。我不想要看到银杏洗手盆。嗯、点滴架，为什么他每次点滴架的时候脸都会变？该不会在床底下吧？林子，你不要害我。我可以按否吗？好了，是，然后没有东西，就看看嘛。是空的，上面写什么？病历跟我一样乱丢在桌上。啊、哦，这又是什么？镜子，还是不要看镜子好了。医疗用品一堆堆。哦，得到眼镜。眼镜，有一个小便条。医院的电梯常常闹鬼，如果身上有类似护身符的东西，还是带着比较好。哦，所以我们要有护身符才能上电梯。好 ，Go Go Go！ 其实没有，你可以进去啊。对啊，我进去过了。啊，小花陪我玩。噔噔。我先去那间，我再确认一下他说的话是什么。
忘记了这几个，没什么特别的书。爱骗人的熊熊，啊啊！看太快了，对不起。读好，红黄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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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他们的母亲戒指不见了。嗯，大姐说我觉得没有偷，所以大姐就真的啊，没偷啊，是吗？这种东西到底要怎么回答？红黄蓝东西一定是被大姐或二姐之一偷的，所以就一定是大姐跟二姐啊。大姐又说她没有偷，二姐也说大姐没偷，不是二姐吗？反正你现在就可以知道，就是大姐是清白的。对啊，那二姐跟最小的呢？二姐已经就是说，就是大她二姐可以笃定大姐没有偷。那二姐就是代表说她有可能自己偷啊，不是吗？可是你既然知道，等一下你要想一想，你今天你偷东西，啊、嗯，我偷东西，你一定会说别人，那你怎么会去帮别人辩护呢？这也是小妹偷的，这个东西我没有办法理解，我只觉得好恐怖哦，为什么要偷东西？黄蓝，好蓝色，好蓝色，啊、我想擤鼻涕耶。红黄蓝就是你啦，就决定是你啦。物品使用眼镜，要给蓝色的熊熊戴上眼镜吗？不要。好啦，给他戴一下好了。逃跑预备，真的还假的？我就想要擤鼻涕，等一下啊。这是一种折磨耶。不会啊，怎么会是一种折磨？很好玩呢、欸！快跑！竟传来不知名的笑声。这只熊看起来不是很开心，我也不是很开心。发生了什么事？怎么会有叫声？哎呦！他把两只熊熊干掉了。蓝色染血的蓝色熊笑得很开心。熊妈妈的戒指，熊妈妈的戒指，拿到了。嗯，熊妈妈的戒指。熊妈妈的戒指，熊妈妈的戒指，熊妈妈的戒指，送你啦！烦死了！啊！一直笑。没错，就是这一款。这样我先生就没有理由跟我离婚了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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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！这个我就……带点感情好不好？我已经没有感情了，你知道吗？你必须带点感情。感情。感情已经在刚刚那一瞬间就没了，这个我送给不需要了，就送给你吧，哈哈哈。哦，十字架项链，哦，谢谢。哎，这样我就可以那个嘞，那个叫什么？就可以搭电梯了。对啊，然后后面我就没有玩过了，你就要自己小心。十字架项链，没有啦，先用。哎，我要先戴项链吗？不用吧。项链好像会自己使用哎。哦，好。啊、哦，好了。救命啊！陪我玩，陪我玩。啊！没有人哦。怎么了？电梯掉下去了，好可怕！哦，十字架项链碎掉了。失去十字架项链，这里是哪里？三楼吗？点点点，好黑哦，呜呜。哦，他在哭啦，小花。我好累，我不想走了。明明这里是高一，为什么变得这么奇怪？全部都好陌生，而且还有好多恐怖的事，好感伤哦。这里真的是我的梦吗？为什么我的梦会这么可怕？爸爸妈妈，我好想你们不要配这个脸好不好？烦死了！如果这是梦的话，
那就快点醒来吧，拜托。点点点。如果这时候大家都在就好了，看来只能靠自己了。当然是大家都在就好了。啊，算了，还是大家是谁啊？大家是谁啊？爸爸妈妈？不知道。啊，我是不是选了一个不该选的选项？妮子，你不要这样，看看能不能绕到 A 栋的 EF 找出口好了。我不玩了。怎么了？可是我这时候如果使用银杏的话，怎么办？嗯，你之前已经用掉一个了、欸，然后现在用这个会怎样？后面好像应该还会再拿到吧？其实你可以先用，你也不吃亏啊。好，啊，好，我们今天的实况差不多就到这里。由于我的精神状况不太好，我脸色发白。嘴唇发青，印堂发黑，下巴变成双下巴，跑出两条人鱼线。人鱼线不是本来就有的吗？长出了胸部，然后掉了手毛。银杏用的只是可以记录，对啊。嗯。哎、欸，这很恐怖哎、欸，你们都不这么觉得吗？不过我觉得蛮好笑的。那现在开始给你玩，干嘛这样？不然我会